每日的尝试，这个就是站长。这音乐好古典哦。对，站长，九号三三。李错站 ，Hello。一架车有摊商了，3.50。嗯，多饿。肉香很重。嗯。观光客多一点的话，这样放下来，哇，又促进经济了。40块的冰淇淋超多的，这20块也不贵耶。说实在的，火车矿泉水，这个火车头比较帅。如果火车可以动的话，就更好了。以下的建筑是模拟机器人，那你不用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今天呢，带各位去台南乌树林休闲园区一日游，那边就是可以了解以前糖厂的一些事情，然后可以体验搭五分车的活动这样子。OK， 不要啰嗦，出发 ，Go Go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，这是它的停车场，好像来的有点早，都没有车，只有一台游览车。我现在先去买它的第一班火车票，好像10:30的样子吧。五分车售票处没啥人呢、欸，这里有青春领歌厅。10点、1点、3点半，如花。然后这是每日的尝试，平日10点啊，最早是9点。那我们要做10点半的，全票是100。要不要三合一吧？三合一是铁道馆跟地震馆，可以去看看。哎、欸，两个三合一，我两张三合一，要坐五分车吗？对，两张三合一，三合一的就这个铁道馆加地震馆，票是长这样。没有，他一定要开车啊，因为十点半他就是有一个班次，对了。那不然妹就免开啊，我两妹来开啊。对啊。只有我们两个而已、喔、在包车呢，站乌树林下寮子福安，乌树林糖厂糖铁路线，它是日治时期明治40年东洋制糖株式会社在台南建设的，这有纪念币耶，跟那个日本那个一样。这应该是车长的衣服吧？哦。这样，为什么没什么人呢、啊？这奇怪。就这么无什么商场啊，没落了、啊。嗯。感觉工作人员都比游客多。哦，这个就是站长，幸福站长海西伯。没错，这是他的衣服哎，刚才那一套。这是我来台湾糖厂的第3个可以坐五分车的地方。第一个是在西湖，然后第二个是在蒜头，那这是第3个在乌树林。上车时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人，谢谢啊，拍手，谢谢。对，哎，我们喜欢坐哪一个车厢就直接坐上车。旁边有红色手把，扶红色手把，不要扶粉，我怕会翻倒哦。这音乐好古典哦。
月工厂。车有摊伤了，一架 B 黑西湖遐较好嘞，一架有规划过诶。好啊，嗯。来，那来去买冬瓜茶。好。那去冬瓜茶。好啊。那现在要掉头了。三瓶五十呢。三瓶，卖野菜十块呢。是啊，袂歹啊，俗。没关系。谢。一罐一个还管呢？对啊，肉香很重。嗯。他可能没有放那个油，肥油，也不爆的油出来。可以看起来吗？嗯。啊，还有刚才赶快，西湖那个一样，到一个定点下车买东西，之后。再开回去，我去拍车头啊！你保险。来，摆一个 boss。如果观光客多一点的话，这样放下来，哇，又促进经济了。大概都是在抢。对啊，还是爆抢啊。
主要是园区人太少了。嗯，我去西湖一边的啊，一五分车大概十节，啊十节拢是满，大概一两百人。嘿，安尼一大夜，刚接一个站爆满那种感觉。安尼摊摊就较济啊。嘿，啊大家拢会抢一边。有5到10分钟呀。而且宜宾是类似的，我规划过一起，一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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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乱这样，比较乱一点点，比较。古老一种感觉，哎，感觉不港。对哦，现在还有三摊可以进驻哦。四摊再够久？四摊了。这个值得购买。我家无柜台，还唔来饮只光光茶？3瓶50哦。嗯，多好。红枣味。我们准备三摊了。用古早味光光茶。像我们要变成前面了，两王上车了哦。看，连这个背景音乐都这么古典，萨克斯风的哦。来，我们上车了哦。我们要上车了哦。我们从雾树林到这个地方大约15分到20分，二十分了，六场，15分。耍废一下，投射站，谢谢。那待会呢，我们呢会在哦游览车呢，来啊。旁边这一条中央栏道直走到底是我们台糖宾馆哦，我们可以去走走看看，有想要买伴手礼也可以进去逛一逛。哦，那铁道馆游览车弄你家啊，铁道馆跟地震馆也在台糖宾馆附近。好几台耶，是有台耶，券拿给我们的那个柜台小姐就可以了。啊、那谢谢大家，叫你下车然后强制你再去逛其他地方啊，消费对啊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下车喽！哇，好几台哎！夫妻数十台，六台游览车嘞。啊，我们刚才停在哪里？那我们搭完五分车了。他刚才有介绍、啊，五分车是全世界最慢的火车，它的时速只有5到10公里。台铁它是7分车。好像是106.1公分嘛，就是铁轨的距离。啊，五分车的话是76.2，那高铁的话好像是140几公分样子，143嘛，我忘了。等下，搁只冰啊，台糖冰品，小时候的吉亚冰，文创商品回力车，怀旧铜碗，帅、欸。先进去好了。哦，但是这个时候是只有三关哦。OK OK。啊，你们出来就来这边哦。好，地震馆哦。好，换另外一个。一起撕掉了哈。好。好，很会。好，谢谢。哦，一节时间是无黑啦，解说员的啦。这是铁道馆的那个由来吧？这是站长服啊，站长帽要举旗哦。工人请假单，考勤表。五分车的76.2公分呐、啊，对啦。嗯，这个火车头比较帅，346。这是台糖762。台糖的五分车，它没有空气气切刃机系统。这是比利时制造的哦，这种感觉、啊。Money，Money，Money，Money。光头路子 ，Money Tree。这是 SL370，蒸汽机车。耶，你站长是，我们来翕一张。啊，你要揢电话啊。
你在吹？哎，你敢讲？摩西摩西，可以来吗？摩西摩西。哇，阿里山的哦，林业铁道，哇，真帅！哇，这么修复杂吧？有空啊，阿里山、太平山、八仙山的森林铁路，观音的哦，观音体系的三大林场。哇，这感觉很热哎，热爆！看这模型，有点帅哎，加！如果火车可以动的话，就更好了。所以它有四种铁道吧？那是林业、快道、工程。嘿，那个糖业。啊，这就是模拟以前的啦。无，应该不是哦。所以这应该都是附近都是伊的，这八百甲。嗯，你讲八百甲有五百甲在种糖，三百甲在种树木。那现在转型为观光的，就没有在制造蔗糖了，爆满了。六台游览车的力量，对啊。我们先进去。好。一片九分钟，先可以。地震体验馆。两个人的地震馆，韩哥说还要继续看，我先走了。由四体验到七级的震度，然后呢，你们可以拿手机出来拍照摄影。那如果说体验完之后呢，头会晕，等一下影片八到九分钟哈。欢迎您来到巫树林休闲广场，现在您正在使用的是由巫树林休闲广场精心为您制作的921地震体验馆，以下的震度是模拟四级地震的情况。四级哦，四级哦。模拟七级地震情况。地名哦。哦，那个三四级开过。这种是内容啊，就是你就是。伊是咧破坏屋子，唔是咧破坏人咧。你已经听不到啊！系啊，好，结束。真系戆嘞，微晕，微晕。哦，这有卖台糖的商品，台糖葵花油，还有台糖罐头哎，第一次看到。台糖选金，甘蔗糖，本土的哦。然后起司卷，冰棒20元呢，不是在冰，你在滑车，滑车上，那边啥凤梨啊，桂圆，这是冰淇淋，更高级的，冰淇淋40，冰棒20，光光，台糖矿泉水呢，
大概25呢。这铁道矿泉水，帅哦，铁道矿泉水，台糖限定的火车矿泉水。厉害，这是银河铁道矿泉水。银河铁道。好吧，帮我吃，我吃红豆好吧。你要吃冰淇淋的。冰棒。红豆的就吃啊。可以载具吗？可以。好。谢谢。这里也有贩卖机。然后我们现在看完了，就直接走回去刚才的停车场。这就是一套的行程啊，人数有起来了呢，真的都是要靠游览车。9点、10点半，然后12点了。11点半的样子。看我们这种散户撑不起来，40块的冰淇淋超多的，这20块也不贵，说实在的。哇，游览车的人少来了，真的是需要这种，这样才有旅游的感觉。我发现它上面是有名字的，乌树林车站，拜拜了，幸福站长，右舞台，彰化的呢。那我们乌树林铁道休闲园区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，我们以台糖的红豆冰结束今天的旅程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点个喜欢；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